一搭项链换，玉乐心问探一探，玉乐心问又来到，听我给恁来播报。著名影星李冰冰，如今已经不年轻，男友小她16岁，曾经牵手配成对。话说就在4年前，玉乐千里起波澜，40多岁李冰冰找个白面的书生，恋情已经来公布，引发网友的关注。很多网友不看好，说他老牛吃嫩草。男女年龄差距大，娱乐圈里不算啥，很多男大女方小，女比男大不好找。李冰冰也不容易，娱乐圈里开先例，历史先河来开创，树立不好的榜样。男女年龄差距多，肯定会遭世人说，如果承受力不强，相处肯定不会长，忍受世俗的眼光，一不小心就躺枪，这种日子有点累，很难坦然去面对。接着再说李冰冰，毕竟男友还年轻，短暂激情后冷静，想法也会有变动。男人如果能力强，发挥躺女人身上，民间俗称吃软饭，不会有人轻易干。冰冰男友很优秀，不甘躲在女人后，自身价值被掩盖，丢掉男子汉气概，为了增援去分手，自己的路自己走，这种男人很果断，我来为他点个赞。冰冰两人把手分，变成姐弟一家亲，消除彼此的影响，要给他们鼓鼓掌，这事暂且告一段，其他的人怎么办？这种现象为啥多？听我给恁说一说。光怪陆离娱乐圈，男男女女不简单，都是为了名和利，做人尊严都放弃，年轻女孩嫁大男，都是为了名利钱，除了金钱利和名，还想娱乐圈走红。有些男人很年轻，也想扮个女明星，就算女性年龄大，为了出名也不怕，借用他们的资源，男人赚到更多钱，又向外面去消费，找个小三成双对。男男女女太放荡，娱乐圈里怪现象，社会风气都带坏，影响祖国下一代。老牛不要吃嫩草，年龄般配刚刚好，一脸吃记心间，净化整个娱乐圈，那个娱乐圈。所谓爆料，拜拜和出轨，陈羽凡宣布退娱乐圈，红星工作室员工集体辞职，王心凡红啥都在对。明知为何叫二藏，微博互撕，网友们大呼狗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